现在我们演示一下水分离的安装和测试步骤。首先，样品盘卡在主机厂测量槽里面，三角支架封上去，样品盘安装完成，开机。在0:00的时候，把样品均匀的放在样品盘上面。盖上盖子，按红色的按键开始加热。屏幕实时显示的是样品的水分含量。随着温度和测试时间的变化，水分值会慢慢的往上加。听到报警声，说明测试完成。屏幕显示的就是样品的水分含量。这个是代表测试的时间，按打印键可以把数值打印出来。